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佛子行三十七颂，噶迁仁波切开始。第十七段颂文：于吾同等或下列，虽怀傲慢，屡欺凌，吾仍敬彼如上师，恒顶戴，为佛子行。这段颂文的内容是说，如果某个人的能力或是财富与我相当，甚至于比我还要糟糕，但是这个人却经常的藐视我，欺负我，当自己遭遇到这种情形时，应当要好好的想一想，对方会这样做是不是因为自己恃才傲物，经常心怀骄慢，却未曾自我察觉到的原因。如果自己真的有这种情形，那么对方的做法可以说是和医生一样，对治了自己的病症。由此也可以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对方的能力也许更胜于自己。由于对方的做法而去除了自己的过失，对方可以说像自己的医生或老师一样，因此自己对他不但不应该生气，反而应当心怀感谢。接下来讲述第十八段颂文。佛子行三十七颂，噶迁仁波切开始。第十八段颂文：恒受贫苦为人妻，复遭重病及魔侵，众生诸苦以待受，无怯弱是佛子行。这个颂文所要讲述的状况是这样的：现在很多人来学习佛法，修持菩提心，这时候我们会听说到学习佛法会令我们今生与来世的安乐绵延不尽，因此当我们学习了佛法之后，就希望着自己的今生以及来世能立刻得到安乐。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一定能够如预期般的出现，这是由于自己无法了解过去世曾经造作了什么样的业力因果，到底做了什么坏事，以至于今世产生了自己不能预期的痛苦、疾病和贫穷等等。当发生这种情形，我们要了解，这是前世恶业穷尽的征兆。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上师善知识，他们有的身患重大疾病，有的被囚禁于监狱之中，这是什么原因呢？这种情形就好比我们今天要远行，但是自己还有很多的债务并未清偿，难道债务可以不偿还就离开吗？当然不行，这个时候必须要很快地还清债务，这和上师们在成就之前要迅速地除掉恶业是同样的道理。因此当自己受到病苦的缠缚时，要这样来思维，在一切众生当中，与我患有同样疾病的病人非常的多，病情比我更严重的人更是多不可数，因此我应当代他们承受一切的痛苦。由于一切众生过去都曾经身为我的父母，因此我愿意承担他们所遭受到的痛苦，希望他们的疾病痛苦都能成熟在我身上，但愿他们都能安乐无病。我们应当如是的思维，并且以喜悦的心来修持自他相换。颂文中提到无怯懦是佛子行，指的是我们的心力要坚强。什么是心力坚强呢？
现在自己学习佛法，学习菩提心，却遭遇疾病、痛苦等等诸多的逆境。这个时候，如果觉得教法没有什么用，就是灰心失望的表现。要了解因为修行佛法而导致逆缘升起，其实是债务清除的征兆。此时若是丢弃了佛法，不要说债务不能清偿，还会越积越多。这就如同因为生病所以需要吃药，如果舍弃了药，病怎么会好呢？病情只会更加的严重而已。在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当逆境出现时，即便是面对死亡，我们更应当要珍惜菩提心，更加珍惜佛法。菩提心是我们的战友，是大力士，能去除一切障难。我们如果能这样来思维，就能令菩提心增广，进而去利益更多的众生。但是如果认为这些教法没有用，不能除去自己的逆境，这种想法是把佛法当成暂时的救度法门。目前有很多人都是抱持着这种心态来看待佛法。如果以这种观念来看待佛法，当佛法的修持不能解决我们目前的困难与痛苦的时候，就认为佛法没有用，这样的想法并不正确。佛法教导我们要了解因果业力，所谓欲知前世因，但看今世身。现在很多的因果业力都是上辈子造成的，若能了解这点之后，就该更加努力地修持佛法。接下来要补充与第十七段偈颂相关的一点，看到上师因为实修法教而受到大家广大的称赞和供养，心里就想着自己也要如此的学习。但是等到自己真正出家或进入实修之后，却没有因此受到别人的重视，也没有收到多少供养，此时自己的心里就认为佛法实在没有用处，还是丢弃算了。这样的想法也是把佛法当成暂时救度的法门，只能令我们得到暂时的利益而已。自己能不能获得众人的敬爱，能不能受到广大的供养，这与过去世是否曾经积聚福德资粮有关系，与现在是否修习佛法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像密勒日巴尊者，因为他非常的贫穷，所以受到非常多的欺负，很多的大成就者都是不为人所知，所以也会经常遭遇到他人的欺负、轻蔑等等的情形。因此在实修佛法的时候，不要介意别人是否重视我们或是轻视我们，只要自己的功德增长增广，菩提心没有失去，自己的如意宝珠菩提心还在的话，别人轻视或重视都是空幻的，没有什么意义。对别人的轻视不应该感到灰心，最重要的是不要因此把教法丢弃。佛法的修行者有的时候会遭受到各种疾病，或是遇到魔鬼邪祟的干扰，在这个时候要想到只有佛法僧三宝能够救度自己，其他的人神都无法帮助我们。之后要虔诚地念诵皈依文，念诵至尊度母的咒语，念诵的时候要以非常坚定的信念来做修持。对于邪祟，我们要了解到他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他们是因为自己内心的幻化所生出的恐惧而形成的，其本性就如同虚空一般，并不存在。要如此虔诚地继续念诵下去，不要害怕恐惧。通常当各种伤害侵扰出现之时，也是罪障即将要清净的征兆。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看看密勒日巴尊者的传记。密勒日巴尊者的神通很广大，他所遭遇的状况也很多，读他的传记可以让大家有所体悟。有很多人因为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形而来问我，当面临这些情况时，应当要好好的念诵密勒日巴、至尊度母以及观音菩萨等仪轨咒语，只要能够好好的念诵，这些问题自然而然的就会消失掉。平常大家就应该好好的做观修，心要串习成强烈的力量。如果告诉你要念诵至尊度母，
结果你只念诵了一天，这样是无法产生强烈的力量的。心就像一面镜子，要能够控制它。如果这面镜子能够观想出本尊，当然魔鬼邪祟就不会出现。如果本尊不出现，当然魔鬼邪祟就会出现。因为心只有一个，出现了这个就不会出现另一个。这就是为何要经常观修，形成串习的原因。前面讲述的是面对逆境侵扰的情况，接下来第十九颂是讲述如何面对顺境。佛子行三十七颂，噶千仁波切开始。第十九段颂文：美名四扬，众人敬，财物量等多闻天，然是世妙无实意，离骄慢是佛子行。如果自己名扬四海，别人都说你是一位非常好的上师，或者认为你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又或是你的财富受用，富可敌国，此时自己应当好好的去思维，其实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能够稳定自己的菩提心才是最重要的。世俗的财富、亲友、地位、声望、美名有何精华存在呢？假如死亡的时候，这些钱财没有用来供养三宝，不施贫穷，那只能说是浪费掉了，一点用处都没有。有用处的可以带走的只有自己的菩提心，除此之外，世俗的钱财亲眷没有实际的用处，这些在死亡之后都是不能带走的。假如我们平时能够如此来思维的话，就能将自己的心和世俗的财富受用分开。为什么要分开呢？因为心若不与财物受用分开的话，死的时候很难投生到极乐世界。因为心将财物受用抓得太紧，所以就无法离开。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些受用没什么用处，心就能离开这样的执着，那要到极乐世界就很容易了。所以要了解到三界之中的东西是没有什么精华的，不必对这些产生执着之心。这就是颂文所说，然是世妙无实意，离骄慢是佛子行。贪恋钱财名声的过失有两种，第一种情况是贪恋之心增广时，下辈子将会很难得到解脱。其次，若对名利财富非常贪恋，免不了会升起强烈的嫉妒心。为什么呢？因为当自己拥有了名利财富之后，心里非常的高兴，但是当发现对方的财富受用名声都超过自己的时候，免不了就会生气。这也就是家人跟朋友反目成仇的原因，看到别人安乐的时候，自己却反而生起痛苦，这都是因嫉妒心而产生的。因为嫉妒会令我们的心越来越紧，最后把心给掐死了。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自己心中反而更加的高兴。当这种情形发生时，也就是自己的福报很快就要穷尽的征兆。所以对名利财富不要产生贪恋之心，没有贪恋心就不会有嫉妒心。要能够了解世俗的名利财富并没有实质的意义，就可以避免贪恋与嫉妒心的升起。接下来讲解第二十段颂文。
佛子行三十七颂，噶谦仁波切开始。第二十段颂文：倘若未服，内嗔敌；外敌虽服，玄增胜。故应素心慈悲君，降服自心，佛子行。如果没有调服自己内在嗔恨的仇敌，外在的仇敌就会越来越多，最初可能只有五个、十个，最后整个村子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这是因为嗔恨心的力量很强烈，而导致敌人不断的增加。嗔恨升起的时候，就好像脚被刺到一样，痛苦的是自己。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男女朋友之间，或者是父母对待子女，也是一样。当对方生气的时候，都是板着一张棺材脸，非常的不好看。而在对方生气时，无论你讲什么好听的话，他都听不进去。生气本身就是痛苦，所以生气的人自然就会产生痛苦。有些父母亲在生气的时候，子女都不敢靠近，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父亲臭着一张脸，当然不敢接近了。而做父亲的也经常会想，怎么子女都不喜欢自己，不愿意接近自己，老是往外跑呢？其实是自己经常生气所造成的过患，这就是愤怒所带来的过失，会使外面的敌人不断增加。因此愤怒首先会让自己陷于痛苦之中，其次让周围的人不喜欢自己，最后在来世堕入地狱之中。因此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愤怒之心。而对治愤怒之心的方法就是慈悲。慈悲心的位置，愤怒是不能够占据的，同样的，愤怒的位置，慈悲心也无法取代。这就好像一张椅子只能坐得下一个人，慈悲与愤怒二者是不会共存的。所以要好好的修习慈悲之心，将愤怒去除。过去有一个僧人，因为常处于嗔恨之中，别人怎么开导他也没有什么效果。因此他经常在梦中看到杀人放火等等不好的情形。后来经过上师教导，他修习菩提心，才逐渐平息这种痛苦。要知道，地狱即是由嗔恨所幻化而成的具体形象，嗔恨心是无形的，而地狱却是有形的具体形象。心怀嗔恨的人，即使在梦中还是要见到打打杀杀、开枪射击种种的景象。那位僧人在经由不断的修习菩提心之后，他梦中的打杀情形才渐渐的消失掉。这个世界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本来住在台北，他没有什么朋友，因为他把每个人都得罪光了。就算他搬到台中去，还是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最后还是只得继续搬家。这是因为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内心的愤怒。如果调服了愤怒，就不会有外在的敌人。因此忍辱的功德是非常大的。佛说忍辱能令一切仇敌都变成朋友。而一个人如果经常生气，朋友也会变成仇敌。一个经常修持忍辱的人，四周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在他的梦境中所出现的也都是和睦相处的情况。这样的人死亡之后，当然会投生于极乐净土之中，因为在极乐净土当中，大家都是和睦相处的。一个生气的人为什么会投生于地狱之中呢？因为地狱中的每个人彼此都是仇敌，看到对方都先将对方杀掉。因此菩提心所化成的具体形象就是极乐净土，而嗔恨心化成的具体形象就是地狱。知道了这种情况之后，每一个人都应当立下誓言，就是生气的时候，无论是夫妇或男女朋友，当自己生气的时候一定不要说话，等到这个脾气过了之后再来做解释，将事情的经过及自己的看法让对方了解，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的困扰。颂文当中为什么说
要肃兴慈悲君呢？这个慈悲君指的就是慈悲的观想，不是做一次两次就可以，观想的次数要像军队那么的多，而且要一再的观修。譬如说，我们在家庭中经常会生气，生气的时候要这样来思维：从无始轮回以来，每一个众生都曾经是我的父母亲，大家能够成为一家人，这个因缘是十分难得的，所以实在不需要生气，并且要想到生气的果报就是未来投生于地狱当中。如果这样想的话，就会对生气产生后悔之心，进而去除愤怒。要知道，死亡是无常的，我们不知道大家还能够再相处多久，在死亡无常尚未降临之前，不晓得还有几天能够共同的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们更应该喜悦快乐的共同生活。如果对方来伤害我们，就应当修持忍辱之心，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优缺点和过失，其实这些过失都很微小，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应该要去发现对方的好处，多想想对方的优点，能够经常这样子去思维的话，生气的次数就会减少，而且能够互相照顾。我们应当经常思维，外在环境中所有的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亲，因此看到外面一个个的众生，就好像一次又一次地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亲，也因此自己心中的慈心与悲心也就会一次两次三次再三重复地加强。这就好像如意宝珠累积得越来越多，内心就会充满了关怀之情。由于心的意识是刹那累积而成的，所以慈悲之心也可以一点一滴地来积聚，而外在的世界也是由微尘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目前科学家们对于心是否如同外在的气世界一样，也是如同微尘般的一点一滴累积而来，仍有争议。但是无论如何，大家都要去臆想朋友的好处。反之，如果经常想着对方的缺点，总有一天会大吵一架的。这里面的内容包含了适合每一个人学习的部分。如果一个人的嗔恨之心非常强烈的话，就要好好的把颂文读一读，并思维其中的意义。听过之后要思维，思维后要实修，这就是闻思修的次第。现在各位来听我讲解，这就是闻，之后要去思维，生气会带给我们好处吗？它的害处又是什么？仔细思维过后，接下来要观修，要想一想，当自己生气时，自己该如何处理？我们在尚未生气之前，就应当先模拟练习。其实愤怒就像是一阵风一样，是没有实体的。愤怒升起的时候，要好好的祈请上师，片刻之后，怒气马上就会消失不见了。于是，在经由闻思修次第的学习之后，对愤怒就不会产生恐惧。因为当愤怒出现的时候，只要冷静下来，愤怒就会消失无踪了。只要我们经常的闻思修，很快就会有效果出现。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划拨账号 5001-6766
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新逢晒经节，明净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恭送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恭请慧信法师领众。时间7月11日星期四下午1点半，联络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新逢孝道月，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启建梁皇宝忏暨余伽堰口普施甘露法会，日期8月26日星期一至8月30日星期五，梁皇宝忏法会上午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法师主法。8月31日星期六，佛学讲座暨余伽堰口法会上午9点半，佛学讲座佛学事宜，主讲人广护法师。下午14点，余伽堰口法会恭请慧泰法师主法，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法会备有贡品礼盒及白米，发给中低收入户。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从天人到地狱的六道众生，如何延续生命的轮回？在《长阿含经》中，佛告比丘：一切众生以四时存。佛陀看到四时如何造就众生，一世又一世，生生死死的流转。一断食，种种美味饮食，因从鼻嗅香，口尝味。口鼻分断而食，所以称为断食。也有一说是由于分餐饮食而称为断食。断食主要是长养色身。二触食，追求感官与外境接触的满足，如看好的景，听好的声音，尝美食。三视食，又是大口吞食，六根上色身香味等佳肴，且在存于意识中继续无止境的生死苦。四思时，在思想上生出种种满足感官与生存的渴求，无止境的贪求四时会带来诸多烦恼，甚至养成身体和心灵上的诸多疾病。更严重的是，为了追求四时满足而造作恶业，饱受苦果。除了适量的饮食之外，断烦恼的法食所带来心灵的饱满和光明，更是健康的生命所不可或缺。今天是六斋日，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着香花幔，不香油涂身，不观听歌舞，不非食食，也就是持斋或五不食，随喜您的功德，阿弥陀佛。佛法之旅，生命电视和